参加这一次 GT Master 哈、哦、超跑大师组赛的车手，所以在想要练两位女性的车手，分别是77号车，来自瑞士的 Bray 哦，来自瑞士 Bray 驾驶是奥迪 R8 的车子，以及另外一辆。20分钟的测试赛已经只剩下7分半钟了啊！这个目前战略在第一位的是11号车，11号车，就是刚刚介绍的 Mercedes-Benz 这辆车，11号车代表它 Speed Racing 车队瓶装核心及周泽南两位车手共同驾驶，而11号车目前为止已经创下大鹏赛道最快的纪录，目前它的成绩是1分。